今天吼，真欢喜啦！啊，咱大家拢来学习，以后啊，参议员、众议员要爱做的功课。啊，真济啊，讲师已经讲了啊。实际上，参议员甲众议员爱做两项功课。第一项是爱啥？爱立法嘛？哦，啊立法，大家我足清楚，因为咱即马是即场是咧学习嘛，啊，所以咧立法咧，咱就爱去思考啊，要安怎去立这个法？行政机关，因咧要做的，啊，有合人民的需要无？若有，咱来甲立法；啊，若无啊，伊要送来的啊，咱甲放较边仔咧。好、哦、啊，这就是立法嘛，大家足清楚。佮第二个是甚物原则？审查预算嘛。哦，安尼大家，咱的预算。要審查預算的課程啊，相當啦，有啊無？所以大家很清楚，啊，剛才請啊兩個專家來咧，甲咱演講啊，我感覺很好。第一位是較偏重在啊整個的啊理論哦，這方面較偏重啦。啊，第二位是我，因为咱的题目就是要甲要讲要审查啊，这个国家啊预算审查嘛，啊，所以伊就确实有实务的经验啊，甲咱讲较内底搁较深入，咱爱要爱注意要爱做的代志。啊，所以我今日就要甲。大家讲的，可能那第一期的咱的电招啊，那是有参加的啦，可能我有看到这个题目过。但是我今日要甲大家讲的，我是相同的题目，但是我甲实例啦，讲一个给大家。较清楚会知影，加强啊，这个实力啊，无要紧。大家无一定爱拢爱会晓，干那你爱知影就好啊。我都唔是读会计，啊，我都唔是读过做啊，迄、那个统计，啊，唔是咧读管理的，啊，我这较唔捌，无要紧。秘书长甲咱交代讲安怎？迄阵来甲我讲，咱开的这个课啊，拢唔捌会计的人，爱互伊讲甲知影讲，哦，当时要审计审计这个预算是安怎来审啦？所以我感觉我足好啊，是毋是大家有这个感觉？好，因为头拄啊，要来上课以前讲，秘书长可能惊我上点来看啊啥，伊甲我讲吼，我讲到两点二十就好啊，啊，因为两点三十啊，我要过隔壁啦吼，伊闭幕啦吼，闭幕我遐阁一场啦，所以可能是变我休，我是讲那。讲到两点半，我过去两点四十开始就好。伊甲交代讲两点二十就好，啊，我予大家较轻松的啦吼。好啊，咱即马就要来开始吼。啊，好来，咱即马来开始吼。啊，那么。
第一期的应该咱话电商话是两期嘛吼，啊，拄啊一期我无伫台湾啦，啊，所以可能也有一半较低啊，拢较也唔捌看到这个题目吼，我较加强这个啦，吼，这个啦，这会讲较用实在例子甲大家讲，啊，互大家清楚就好，啊，这无要紧，啊，现在啊。要来讲啥？这一定爱知啊！啊，叶世文，叶世文案件，大家足清楚嘛？啊，因是啥物？讲银建署啊，有遮济预算，要创啥？伊要做这个，伊这个政策叫做什么？什么？合一住宅嘛，对不？这拢是啥？足够创造这个叫做啥名词吼？啊，要何来糊弄一下？讲哦，这是马英九的政见。我爱提到马英九这个牌啊，啊，就杀咧围地啦，直直加围啦，圈地啦。啊，所以伊有这个医生啊，啊，这个医生哪会无爱去做真正国民住宅？现在学校啊，现在很多的学校都无学生啊，对不？教育部拢来收收的，拢来个改到什么？国民住宅嘛，拢啊改到啊三房两厅啊，两房啊三房两厅啊，或是啊那个两房一厅啊。拢会使嘛，改改全拢去出租卖卖就好啊！啊，就遐预算提来做国民制裁要存的，啊，唔是啊，伊唔是啊，伊要用啥？讲啊，要做公共政策啦，啊，伊做也政策啦，啊，所以讲咱来了解吼，公共政策啦，吼，政府啊，咱政府决定的部门啊，伫特定的时期。哇！咱审计内底要审查预算的时，那拢是咧讲啥？特定时期呢？哦，那个时间要来做，啊，来解决啊公共问题。啊，公共问题啥？咱现在等于少年人无法度买厝嘛，啊，这点也是公共问题。啊，所采取的方案，哦，这应该大家真清楚嘛，吼。啊，过来公共事务啊，这就是因为啊，伫电操内底我也有讲到公共事务啦。公共事务最主要是要创啥？啊，一切为百姓设想，安尼就对啊。吼，啊，那讲到公共事务啦，当然是在解决啊，来倾听人民的声音，来解决人民的问题。满足人民的需要，哦，啊个促进啊社会啊福祉啦，啊保障国家安全啦，啊这都是，咱一定爱为百姓设想，好，哦，啊这，啊那讲到这靠前，大家应该那拢啊讲看到这拢是对的嘛，对不？啊都，就是安尼俩，这所以这大家我足清楚啦吼。哦因为这就是啊，过来政策类型，这是要甲好大家稍啊知影就好啦，吼、哦，有分配性的，甲管制性的，吼、哦，啊哪有啥啊？重分配啊，甲自我管制的，啊，这大家爱知影啥？啊，这就是大家爱知影讲分配性的是咧创啥物？啊，伊主要是这个啥社会福利政策啦，啊，分配嘛，吼、哦，那讲
国家的钱啊提来啊做一个政策啊分配好啊，迄、那个社会的福利政策，哦，啊，咱讲叫做分配，哦，啊，其他的，予大家做参考就好啊，吼、哦，予大家去想安尼，吼、哦，啊，管制这个，这吼、個、管制性的吼、哦，这有时候，那家讲，迄、那个赖校长啊，迄、那个咱讲啊，赖教授伊咧讲的。管制性政府，他就有这个怎么样？有这个权力啊，来收税啊，收税啊，也就是他的啊特性嘛。伊即摆这个管制性的是啥？伊要从外汇管制，早期啊，早期要出国无遐简单呢。我迄阵啊，伫校是要出国是啥？未得出去啊！参加教育部办的，迄、那个叫做啊教授访问团去韩国、日本，叫他出去呢。啊，无你着讲有诶，迄、那个怎样？迄、那个外销的厂商的老板要出国去，那爱去专案申请呢，无一定。即马拢开放嘛，你摕个护照，你要出去就出去啊，机票买咧就出去啊。以前唔是呢，迄个是啥？我是管制性的，迄个做啥？迄个把人口管制，唔爱互你外边出去嘛。好、哦，类似安尼，我即马做管制性的吼、哦。有个人，迄、那个做啊，营建署啊，那会甲迄个。迄、那个营建商遐麻子，啊，伊都管事啊，伊有迄个特权啊，伊有这个权利啊，啊，所以讲，遮原则叫一挂学者来评，来啊做审查，审查了讲，啊，安尼无搞，搁位较大咧，拢有这个趋势啦。我也定定去互叫去市啊，各管市政府啊。啊，是迄个叫做环保环保署啦，迄个叫做即卖改到福利卫福部啊，去审查诶案件啊，咱这是啥？有当时啊，咱去遐讲，无一定。我去南投政府审查一个案件，我甲讲，恁迄些重大呢？重大也有写一个重大案，咱按外卖讲吼，重大案。我讲您这个重大案有没有经过议会同意啊？我甲安尼，伊无要插你。含我的记录吼，我过来我看，伊无甲写落，伊甲讲，这个重大案是毋是爱？甲我讲的意思，我甲讲，重大案件，一个地方的财产要给民间去做 BOT 案，议会唔知影呢，伊就无要插伊啊，那个。叶树伦案件是不是我这个同款？这是我营建署的代志，我安尼做，这是政策，我安尼定了，我特别安尼做啊。我不爱好，都不爱好其他的人能知啊。监督机关都唔好你知啊，我讲预算，好你知啊，好你看咧。我要做这個，要伊确定细节要做啥？今天机会管不到呢。我即马特别强调，咱有基本啊，希望大家回去。讲到这吼，大家回去吼，一定爱看基本啦。若要做议员的啊，基本大家拢有，初级班的大家拢有本。啊，有诶讲啊，我都无咧。
哎，那无吼，家己搁去买一部啦，等去看，大家拢有啦。啊，无就上网，咱台湾公民权利法案，这是你的责任。咱七月初二以前，咱袂，咱这本吼，这本必须听交代讲，等下大家等下看对无？啊，搁写名对无？一改哩，啊改改交互啥？酒店对无？唔太大会记哩阿未？莫袂记哩呢？啊，就是希望大家爱看这本，先甲看了，才过来读这本，因为我的感觉啊，这本足重要。这本来去到美国，来来去去三摆，美国才同意。所以早期这些人所写的问题，二九条甲咱的啊国会审查预算足相关的。给咱日较不诶实力，就要来给大家知影。所以大家，我有这个责任，我是你的权利。这本爱先看，看看咧，再来看这本，伊遐个法律有抵触着啊无？诶，啊，这是上三摆去来回去美国成立的。啊，莫讲即马咱创这本，甲这本才袂打架啦，安尼就唔对啊咧。那我的想法，必须大家爱顿起这个责任，吼、哦！大家应该拢无问题，考试也拢无问题，就是顿起爱认真啊。这本甲看详细，甲国会相关的，就是。立法，啊，过来来审查这个预算，这内底二十九条都是在审查预算的啦。二十九条吼，等去详细吼，这一定要拜托大家吼，用一个啊精神吼。啊，过来，咱搁刷落去。啊，这无要紧，好，这大家了解者就好吼。后、哦、来咱这呐爱清楚啦吼，稍微清楚一下，这就是结构啦，政策是安怎的结构来。啊，当然上层指导下层，下层不违反上层的意思。吼、哦，啊，这分到啥政策啦、计划啦、实施方案啦。哦，啊，这。来，这爱大家爱会晓，这就是制定的过程呐、啊。这个政策啊，要制定的过程，拢是按照这个循环呐、啊：需求认定、啊建议形成、噶政策采纳、政策执行、噶政策评估。了后，啊，咱安尼了后，阁会使可以确定了、啊、过来绕一圈返回来，这样顺序再返回来。咱用这个图啊，咱用这个图来看，就是安尼啦。大家看到这个，头壳做一个火气。啊，实际上吼、哦，那真正的吼、哦，真正的吼、哦，你讲头拄啊，咱那都啊，赖校长也讲过。啊，迄、那个罗斯的啊，立委也讲过，伊讲伊请二十七个啦，哦，有影实在。啊，是毋是歹势？有做歹势讲吼，伊提两个博士，是毋是才往咧斗相共的？好、哦、啊，我是安，请二十七个研究的人员啊。啊，当然他研究出来的
法案啊，是研找出来的问题也很多。所以讲，你看，要做一个政策要形成，你都爱用这些的因素啊，这每一项资料分析，我讲资料分析，大家看啊，资料分析安尼啊，这种课程呢，那要读起来，这些拢诶，你要读起来，这些拢相关的课程呢。啊，这人拢是课程啊，这拢是课程啊，所以一定要有专人啦，啊，我有研究人员啦，才有法度啦。哦，啊，这就是安尼啊。啊，真正这个问题啊，大家我免去真了解，干那爱知影啥？啊，第一界要啥？啊，要了解要形成的是就需求认定，啊，过来就是啊建立形成，啊，然后再政策采纳，吼、哦，啊采纳以后啊来执行，执行了过来评估，啊这样做有效无效，过来绕回来过确定者，啊那有效过修改者第二年再过来做。哦，类似安尼，吼、哦，让大家知影就好啦，吼、哦。啊，这里主要爱知影这里、个，认定啦，吼、哦。啊，起码咱过来甲咱，罗教授咧讲诶，吼、哦。啊，咱原来搁学习这里啦，吼、哦。啊，咱起码虾米叫做预算？啊，到年度期间税入税出啊，预测啊。这个计划控制管理的一个工具啊，用数字来量化表达的文件啊，咱这个叫做财政的预算啦、啊、吼。啊，财政预算呐、啊，啊，也编制啦，爱经过国会审议啦，交由啊机关啊，这大家应该拢知影。主要的目的是想，政府的财政要透明化。我看一个资料吼，讲。美国甲英国讲要看巴西啊，全民啊来审这个国家预算。我这里想讲，这那是足新的观念吼、哦，类似安尼吼，啊，让大家知影这里。啊，这里就是安那，咱爱甲先进国家学习呢，较先进呢。啊，卡拉跟咱相近的，啊，人会有做啥？啊，上网去查啊，新加坡的预算，啊，因网友咧有做啥？拢政府拨款呢，拢政府拨款呢。啊，这就是讲，咱爱跟咱较相近的国家吼，啊，人因的，有诶讲唔知，有诶讲爱去考察，啊，其实爱去考察。有时候也是必要性啦，啊，但是袂使讲，起码用考察变成迄个公务人员的迄个怎啊理由，安都唔对啊。这一定爱知啦。什么叫做税出啊？什么叫做税入？哦，这一定爱知吼、哦。啊，年度内推行的各项政务的一切支出，上重要爱知影啥？啊，那支出多好啊嘞吼！啊，这就是叫做啊税出预算，啊，但不能包括债务的偿还。啊，你这里唔在知啊？哦，啊，那考选择题，啊是是非题，类似安尼是，啊你来讲，这里讲哇，这个啊，但不包括啊，伊那加这里。这个天然气啊，为着讲包括债务的偿还，这是叫做啊税出啊预算啊。税出预算啊，所以税出预算未使包括啥债务偿还啊。你若讲会使，安都唔对啊嘛，对吧？类似安尼吼，大家去吼。啊！伊这个项目有啥？这项目呢，大家免我去记这项目啦。项目我是咱也要审查，咱内底都有啊。
我提一个案例的，给大家看。好，这税出的一般的政务支出、国防支出、加教育文化支出、经济发展、社会福利、加社区发展环境啊那个保护支出，啊个啊退伍啊这里支出，加这里债务支出，加一般，好、哦，类似安尼啦哈、哦。啊，过来，咱过来啊看税入啊。他都啊啊，税啊税出嘛，就嘛税入，吼、哦，就是政府会计年度内为了支应啊上项，他都啊遐要遐要做要啊支出的哦，计划所啊筹措的收入，啊这就是叫做税入啊预算，啊这，但是啊不包括。债务之举借跟以前年度税制的啊，盈啊乘余哈，诶一样，剩余一样哈，啊，这就是啥你知道？咱就是讲课税收入，咱迄阵啊讲上简单，财政部上简单就是提高税收啊，就是课税收入。大家一定要有纳税的义务嘛，啊，所以会调高这个啊，营业啊，营业盈余哈，啊，这就是这个公营事业啦，哈、哦，啊，及啊事业收入，啊，这哈、哦，这有时候是在很多不应当的啦，这个规费哈，跟这个罚款哈、罚单跟规费哈，这实在有的我的观念，咱下摆要为啊人民设想的时候吼，咱按怎用劝导的方式，还是用啊鞭刑的方式，大家都较守规矩啊嘛，莫用罚款吼。啊，有几个人都唔惊，唔知有几个讲诶，迄个。以前去中国佚佗的人說，他們那裡說要啊罰款，他說啊這罰多少，啊他就有的人我們這邊去說，哦啊，哦啊那麼少，那麼少，啊我加給你罰一百，類似有這樣的現象啊，吼，啊這給大家去參考吼。好，來，拄啊好两个教授啊，拢无去讲到，啊，我拄啊有这个要做啥？迄个，无讲到严格吼，实际上吼，这拢是先进的国家吼，教这个预算啦，啊，伫英国先开始，全世界吼，英国先开始，啊，这主要国过来啊。啊，美国在1800年的时候，美国财政部都向国会报告这个财政的收支。啊，1909年，爱的建立啊联邦预算制度。1921年，美国通过预算啊审计法案。所以讲，咱。我以后吼，凡事那是拢爱有遮个法案。啊，那家己有法律背景呢，我先去收集。吼，阿伯啊，应该咱爱家己去立法。吼，类似安尼吼，啊，这就是迄个严格嘛。哦，财政预算啊，你就是立法啊，过来审查啊，迄、那个咱的财务预算，吼、哦，类似。后来咱这样过来，重点啦、啊，就是这啦，第九条的规定啦。这吼、哦，希望大家啊，
爱知影这里就好。哦，咱即马别讲，哦，咱台湾民政府预算编制依据台湾民政府参议院通过的台湾啊公民权利法案第29条规定。啊，第一届有参加的参议员，唔知即卖也有啊无？那有站起来一个，咱甲鼓掌一下。第一届有参加这个审查的人，啊，哈，无啦，第一届啦，无迄个华丽电招的啦。我咧讲吼，迄个咱。咱伫这个啊，怎啊？应当咱是20啊，这是3月公告的嘛。我会记得是迄阵，当时我1月份的款。第一届，咱我伫楼顶吼，表决是用什么表决呢？起立表决啦。按道好，你刚才咱无沿用。国民党会讲啊，做啥？指数表决。咱去日本去抄这个法案吼，咱有起立表决呢，所以讲咱迄阵啊，我没有违反规定，吼。有啦，安尼第一届有嘛吼，咱站起来一个好不好？给大家鼓掌一个好不好？第一届哦。拢无哦，安尼歹势，干人我一个尔哦。所以大家较唔知啦吼，所以我爱甲大家讲吼，因为迄阵啊要召集吼，咱迄阵啊我有，迄阵啊名单啊40几个嘛，哦啊通知大家都来啊来大家开会。因为这都是去美国来来去去3次啊，所以大家呢全部通过，大家拢起立啊通过的啊，所以这都是要甲大家讲吼，这要甲大家讲，咱看一下吼，吼，这都是讲每天啊，在每天金丝镇玩啊。完成受台啊，在台民政府掌管台湾行政司法啊，于啊司法权之次年啊，法制法务部及所属啊前者机关，应将其机关单位的税出概算，下面叫做概算。哦，咱。两个老师拢讲到嘛吼，吼，咱即马了解啦吼啊，税出的概算就是还没有经过立法啊三读的啦，出来当然吼叫概算，吼，依一本笔的大小排列优先顺序，供参议院及众议院审查之参考。但税出概算所采取的财务支出计划，其一本比小一者不得执行。哦，安尼，大家唔知有听透无？啊，这什么叫做一本比呢？有诶讲，啊，毋是本益比，人咧讲咧，商业上可能讲本益比，按怎来一本比？咱这吼不管安怎，咱安尼会记就好啊。这是啥利益？这是啥成本？啊，那成本啊，较大利益，安尼这就袂使你啊。啊，所以讲利益那较大，啊那我咧讲。四字会说话嘛吼，咱再去，迄个四字，这里那是五，啊下骹那是四，
安尼对谁较大？效益较大嘛，安尼都会使哩嘛。所以咱就是爱这个啦。即马因为时间上的问题吼，搁一个规定哦，这第二点哦。哦，计算一本笔的时候，非具体效益之总额以整体效益总额的30%为上限。这个意思就是，这个意思是啥物？咱的迄个预算内底吼，有的有政策性的效益未得算出来。按照以这个总额来的啊，但这个总啊，我们这个整体效益总额里面啊，未使超过30%啦，这个限定啊，你的总预算里面啊，30%他无要甲你足去查，因为你这政策性的啊，所以啊还可以。再允许30%为上限，超过也不行，一定要根据一下。啊，你那国务院哦，那认为有问题，2年可以啊调整一次。好、哦、啊，这都是我这弹性嘛，好、哦，这有这弹性。啊，当然这都是要甲大家过来。以国家公共利益为重啊，不予使用啊第一项的但书财务支出的时候啊，这些的预算啊，各范围的一本比的计算标准由国务院定之，并送参议院跟众议院审查，变更一同。啊，以前要编预算，基本早都甲咱讲好啊，啊，咱都一定话照安尼来做。好、哦、啊，这就是即摆要解释这啦吼。啊，这今无要紧啦。啊，我大家较有困难吼、哦。当然，你阁毋是啊，较专业，今较看无啦。啊，无要紧，咱即摆简单吼、哦。咱主要就是讲这个效益甲成本的概念吼，就是效益要大于成本啊，啊才有贡献的价值存实现嘛，吼、哦，这一定爱知影的。好、哦、啊，这咱讲要迄个编这个预算吼，拢爱按这些大小啊来排列，吼、哦、啊这我好，当然是越高。越有价值嘛，哦，一本比啊越大，啊来表示该计划的啊实行效益啊较广嘛，啊也值得去实施嘛。咱即摆看这个实例啦，看这个实例，大家看到这有诶讲啊，大家做者工具啊，看到这，我简单吼，这是咱咧拿为咧读经济学足。最初咧读经济学，伊拢会画这个叫做啊，这个画这条画这个线嘛，吼、哦，啊这个线就像你讲，咱即马要讲，伊即马就是遮就是讲啊，产出项目啦，有遮啦，吼、哦，产出项目有遮，啊这是啥啊？投入项目啦，啊投入项目，哦，咱投入多少，投入多少。啊，爱加啊，产出多少啊？画一个线来，哎，伊这都是拢正，应该拢是正向的，吼、哦，拢正向的，哦，又投入啊，有产出嘛，吼、哦，这正向。啊，第二个现象啦、啊，这边就是零嘛，吼，啊，零这边呢、啊、就变成负数了，减项，吼、哦。啊，这现象拢是负面的，有负面哦。你有诶施政有负面的，何事？咱投资太大，
滴滴加建设建设，啊，加即马有敢无产出？几啊百个去啊呢？几啊千个啊？所以吼、哦，实在伤脑筋吼。好啦，快紧吼！啊，咱这就是咧讲吼，大家啊了解吼。啊，快紧啊，因为时间上的问题吼、哦，我应该那是会来一个耽误耽误。这就用例子啊，按一个现象一个现象用一个例子说明啦、啊，吼、哦。咱假设啦，啊，投资300万，那么经营7-Eleven哦，啊，第一年啊，营业600万，啊，税后可以赚120万，啊，这就是有投入啊，够有产出啊，这是第一个正向的嘛，哦，啊，过来第二个。现象就是啊，负向来缩减甲啊正向产出。咱的工厂即马缩减啊10,000平，啊这10,000平啊去租人啊，因为这都缩减嘛吼，这都缩减啊无遐大啊去租人啊有租金啊这都产出啊类似安尼吼。啊、第三个现象啊，啊，减向啊投入啊，个产出也是负面的产出，拢负的啊，这就是啥？这就啊要更加复杂吧？这个要更加复杂的例子，讲啊，因为资深的啊经理啊啊二弟伫遮，到尾来甲资深的人拢带走啊，公司写何做啊？减，再走了后才营收才减少落去。哦，啊，当然伊这个也做啥？员工减少也减负薪资，但事实上啊，啊，利益才较降低，啊，就是讲小于啊，利益小于成本，吼、哦。啊，第三个现象啊，咱所讲的啊，就是。合适嘛？啊，合适的是啥？投入那么大，但是还没有产出。啊，这有影，这个第四个现象。嘿，咱这种环境吼，咱即马一个实例案例吼，和大家来看这个实例案例吼。这个案例啊，咱台湾民政府啊。有人讲，诶，咱台诶来接受台湾县议会，伊啊起底下便便要互咱用。阿伯啊，两个政府，迄阵美国甲咱讲啊，从头开始，若要留完政府，也有台湾民政府啊，两个政府在啊，都啊中心新村便便了吼。好啦，啊，这拢给讲啊吼，咱即马预估吼，即马这个案例吼，希望大家去了解这个案例就好啊，靠兴趣去了解这个案例就好，吼、哦。啊，咱即马要底下做一个叫做啊，坐高铁啦，叫做新干线啦吼、哦，啊，它估计有两啊20万人的通勤啦吼，啊，伊这是啥？有票价啊，1块。啊，咱起码啊，会使省15分通勤的时间，啊，这是正面的。啊，正向的话就每人啊，会使减这个耗油量，因为你若无开这个新干线，伊就爱家己塞车，啊是摩托车，吼、哦，啊是这种会有法度减少这个成本1.2，吼、哦，啊，过来总造价30亿。好、哦，按、啊、每年的成本啊，啊就是啊5000万，哦啊，但是这个要3年，啊负面的产生就是讲啊每天啊预计啊是每天20万人次使用这个中港路交通不便，
增加10分钟啊，这就是交通成本啦、啊，哦，啊，这那是负面的啊，其他负面的产出成本啊，推估了约啊2亿。啊，咱即马叫啊日本技术来算啊，讲要30年啦，哦，啊，这要做啊365天啊，叫最低的基本工资啊啊3块来算。啊，来请问这个投资的一本比啊如何？啊，请参议员甲众议员应该考量啊一本比通过或是不通过？哦啊。好，大家去考量啦。即马就要来算啊啦，才来，才就是甲算出来。才这个产出吼、哦，就是车票收入啊，有只个吼21.9啊亿啊，这个。咱这个叫做减少通勤时间，诶，搁甲算成本出来，啊是啊16.42亿，啊这是产出啊，啊，这个叫做缩减的项目啦，就是减少汽车甲啊空气污染的费用，叫啊逃出来的条件甲算出来，有26.8亿。过来投入哦，咱有投入的成本哈、哦，建造总成本哦，拢总有30亿啦，哦啊，这个经营成本啊，30年啊，拢总有啊15亿啦，啊，即嘛个负面产出啦，啊，这。咱个拢个算起来，交通的成本啊，拢总1.095亿。啊，来过来其他负面啊产出的成本啊，有2亿啦。啊，当然，这拢个加起来，咱起码要拢个加起来，起码总收益加总成本加起来。啊，这里头收益啊，摕到这。啊，这个成本摕到遮，啊，算起来都要1.35亿，啊，这个1.35亿啊就大于一了嘛，大于一了嘛吼，啊，所以大于一的话，那么议会可以通过，啊，如果小于一的话啦，啊，不可以通过。重点，啊，要讲重点就是啥，要解决什么问题？行政院啊，因乌白编乌白迄类，啊，要来糊弄一下法规，啊，都爱用这个较客观的资料。当然，这个也不是100%正确，但是这那是较客观啦。吼、哦，爱有一个客观的数据来算嘛，吼、哦。啊，当然，这就是我看咱两个教授我拢有提出来，啊，我这是较大啦吼，这可能看较有啊，这是这个情形，我啊，予大家参考一下吼。啊，这是税出的合计嘛，啊，这是税入税支啊，到尾哦有亏损遮济嘛。啊，这是啥？这就是讲《商业周刊》啊，咱吼，这个公民平台啊。迄、那个伊若讲过啊，咱个迄个罗教授呀，伊若有讲到，这是财政昏迷指数吼，啊，苗栗县呐、啊，财政呐、啊，啊，伊是脑死了。这就是讲用四字来说明呐、啊，啊，引用医学上的名词吼。啊，来说明啊，这一就是啥？一切为百姓设想，咱大家有这个心无？感恩啊，感谢大家啊！
啊，咱拄啊驾车，我拄啊时间我到啊吼啊，希望大家真顺利啦吼啊，应该无啥物问题啊，确定啊啊，咱现在休困者，大家应该去你外口吸寡新鲜的空气啊，较轻松。好，稍等一下吼，稍等，也有一个报告吼，来，咱的志工要来向迄个咱的同心报告一下。好，